台湾九合一选举将于11月24日投票，蓝绿两党22县市长人选均已比定。前国民党立委孙大千24日在脸书公布一段影片，反讽支持民进党的10个理由。他还提醒道，别忘了，这一次再选错，我们又要多受苦两年。台湾中时电子报24日报道称，自蔡英文当局执政后，许多政策不得民心，包括所谓的前瞻计划、一例一休年金改革等。除此之外，台外交也接连失利，邦交国一个接一个断交，自称最会沟通的台当局却是用蛇龙拒马来阻挡民众，引发诸多争议。对此，孙大千反讽，列出了支持民进党的10个理由。他写道，如果你支持废除死刑，请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；如果你支持用废发电，请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；如果你支持低薪过劳，请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；如果你支持债留子孙，请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；如果你支持烽火外交，请投给民进党的候选人。最后，孙大千讽刺道，别忘了，这一次再选错，我们又要多受苦两年。